开经本第十一面第一行，第十一面第一行，其名曰普贤菩萨摩诃萨，普德最胜灯光照菩萨摩诃萨，普光狮子闯菩萨摩诃萨，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，普音功德海闯菩萨摩诃萨，普智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，普宝吉花闯菩萨摩诃萨，普觉月一身菩萨摩诃萨，普清净无尽佛光菩萨摩诃萨，普光明相菩萨摩诃萨。到这里是一小段啊，这个世尊菩萨是同名啊，这个世普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前一次跟诸位提到啊，诸佛菩萨的名号都是随缘建立的，佛菩萨没有名号啊，不但没有名号，连身相都没有啊，他的身相也是随缘变现的，正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，应以什么样的名号能利益众生他就建立什么样的名号啊，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那个名号是随便建立的啊，不是有个什么一定这个意义啊，想怎么样建立，不是的啊，都是随着众生。这个名号里面就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，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，譬如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何尝有相啊，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，这个世间的人啊妄想分别执着很重啊，总认为啊，一个人呢要能有32相80种好啊，这个人叫大贵人啊，那世间人嘛有这么个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佛就示现32相80种好，满世间人的愿望啊，世间人一见到这个哦，这真的是大贵人出现了啊，稀有难逢啊，所以这个相是这么建立的。名号也是如此，名号必然是就正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这个最严重的业习病根啊。那么佛看到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习气很重啊，烦恼很多，这是六道轮回恶道根本的原因啊，佛要用名号的方法来对治，所以就观察了所有烦恼习气里面
第一个是对人没有慈悲心，都犯了自私自利的过失。这个世间人讲自私自利，这是迷惑颠倒啊！自私决定得不到自利啊，正如同时损人决定不可能利己。那怎样才能得到自利呢？利他才能得到自利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真实的道理，这个世间人知道很少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这个阎浮提众生呢，娑婆世界的六道凡夫迷惑颠倒，佛讲的是事实啊，确实是如此。因为没有慈悲心，所以佛的名号上就要用释迦。释迦是梵语，古印度话，它的意思就是能够仁慈，对待人能仁慈，所以翻作能仁。你看这名号意思多好啊！我们一念释迦牟尼佛，念到释迦就要想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要仁慈啊。仁慈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要真正存心关怀别人啊，爱护大众，全心全力协助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释迦的意思。我们念这个名号就没有白念了。摩尼这两个字是极灭的意思，佛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心很不清净，所以名号里的用摩尼。那么摩尼的意思就是清净心啊，对自己心要清净，对别人要仁慈啊，名号是这么个意思。是名号治病的，我们念南无本师啊，南无是皈依礼敬啊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。这根本的老师是什么呢？是仁慈，是清净啊。说老实话，释迦牟尼佛也并不是希望你天天念着他了，念着他他听得耳朵都发痒啊，那还能受得了吗？你要懂这个意思啊，天天念仁慈，天天念清净，一定要把自己仁慈的心念出来，把自己清净心念出来，这也叫真正念佛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啊。由此可知佛菩萨建立的名号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功德在哪里啊？把自己真心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给念出来了。能人寂寞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性德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我们现在忘掉了，忘失了。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常常忆念啊，忆佛念佛啊，这个佛是自性佛，不是外面的佛啊。大家修净土常常听到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
那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不是自信释迦呢？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念观音菩萨自信观音呐、啊。我们这样的念佛就没有白念了，这样念佛真正得利了。所以诸佛菩萨名号千差万别，都是以智慧依他的行德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，完全是对治凡夫的烦恼习气愚痴。名号从这里建立的，所以清凉讲呢，这名号叫随意别标啊，就是随便建立的呀。但是它有原则啊，不是我们凡夫这个随便啊，它是方便建立。正是所谓善巧方便到了极处啊，经上说学生坚固的菩提心一定是从老师那个地方学得来的，老师是学生的正上缘，学生迷的时候没悟啊，老师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开悟，教导他修学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劝他发菩提心啊，要告诉他什么叫做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修学大乘的根本。我们在前面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身，第一种菩提身，菩提身从哪里来的？从菩提心来的。你如果真正发了菩提心，这个身呢就是菩提身了。境随心转呢，相随心转，这个身那怎么不是菩提身呢？佛的身是菩提身，我们这个身呢也能转成菩提身，一定要得老师详细的开导，细心指导我们修行。修行实在讲就是生活，把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错误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凡夫的生活哪有没有过失的呢？一定有的吧。五十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太深了，不知不觉了，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它就起现行，现行它就起作用啊，烦恼习气起作用啊，起这个作用很可怕啊，这个作用叫造轮回业啊。诸位要晓得烦恼习气是轮回心啊，起作用的时候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轮回业里面
必然是恶业多善业少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变现出来的果报我们在三途的时间就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。这佛在经上讲啊，六道众生是以三恶道为故乡，是你的家乡，你在家乡住的时间长啊，你现在到人天两道来啊，是观光旅游啊，时间很短啊。佛这个比喻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，句句话都是讲的事实真相。我们不能没有警惕，高度的警觉心就是菩提心。菩提这两个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觉悟的意思，真正觉悟了，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六道轮回的真相明白了，十法界的真相也明白了，诸佛菩萨所住的一真法界也清楚了，这叫觉悟。觉悟之后你才能会发愿呢，一个希求的愿啊，求脱离六道，求脱离十法界，求生净土，愿就自然生了吧。那么这就是菩提大愿，菩提大愿是从菩提心生的，有愿一定有行，这个行就是你的生活啊，你处事待人觉这个戒悟，你的思想行为觉悟人的行为啊，觉者的行为啊，觉者是佛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觉悟之后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，不是过凡夫生活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，稀有的转变，不可思议的转变，转凡夫成佛菩萨。所以你说成菩萨成佛在哪里成的？就在你现实生活当中成的，就在你日常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做菩萨做佛了。佛在华严经上这样教给我们的，我们起心动念完全与大方光相应，完全与戒定慧相应，使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工作跟本经所说的大方广融成一片了，那这就叫起如了。入这个境界呢，就是过佛华严的生活了。你在现前生活里面得大自在，在现前生活里面开大智慧，
教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普贤菩萨。所以菩萨众里面，普贤菩萨的名列在第一位啊。华严会上，普贤是长子，文殊是庶男啊。普贤名字怎么样建立的？那么经上又说，如果是诱导一切有情众生，去向菩提，向这条路上走啊，而以四摄法来帮助这些众生，四摄，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施，用这种善巧方便呢，他就可以称为金刚王菩萨。你给他名号是随着变的。一个人可以建立几百个名号、几千个名号、几万个名号，常常用的。对哪一类的人，用哪一类的方法教化，菩萨名号就随着变了。如果是以大悲心，这个大悲坚定的大悲，永远不会退心的这个大悲心呢，那么这个菩萨就可以称为金刚爱菩萨。如果事先随时随处修一些小善，见到别人修一些小善，菩萨就赞叹，那他就能称为金刚善哉菩萨。如果他发心修布施，布施的心非常广，布施的行跟他的心相应，清净布施、平等布施，菩萨就立一个名号叫金刚宝菩萨，也可以称之为虚空藏菩萨。诸位在经上念到虚空藏菩萨，虚空藏菩萨另外一个名字叫金刚宝菩萨，那个心就像虚空一样，勤修布施啊，不疲不厌的，所以有这个名号啊，能以高度的智慧、圆满的智慧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个菩萨就叫金刚热菩萨。日是太阳啊，光明遍照啊，叫金刚日，也叫金刚光菩萨。
还有一种人行菩萨道，无论什么人有了困难去向他求帮助，他是来者不拒啊，从来不会叫人失望。那么这就叫金刚床菩萨啊，将来我们在这个经上都看得到的啊，菩萨慈悲呀，真的是有求必应啊。那么另外有一种像弥勒菩萨一样，布袋和尚一样，每一天表现得欢欢喜喜，以欢喜心接引大众，那这个菩萨就可以称为金刚笑菩萨，满面笑容啊，消除一切众生的忧悲苦恼啊，谚语里面说的是一笑解千愁啊，啊，菩萨为我们实现了。能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当中丝毫不沾染啊，宗门的大德所谓的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粘身呐，表现这种形象来帮助一切众生的这金刚法菩萨。善用智慧帮助众生断除烦恼，这就是金刚力菩萨啊。金刚比喻猛力啊，那么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愿意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佛家里面说法轮常转啊，不疲不厌，哪个地方有众生请，他一定会到。菩萨行啊，那我们现在没法子啊。我现在在此地，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收到啊，这个海外许许多多地方啊，请我去讲经，言辞很恳切。我也很感动啊，法师你来讲一天多好啊，那我不是金刚菩萨，我是金刚菩萨就会分身了，这个没问题了啊，我现在不能分身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是不得已无可奈何，只能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送过去啊。如果每一个地方来请我们都要去，这一部《华严经》呢，恐怕50年都讲不完了。我们现在预定是把5年把它讲完啊，所以这个5年当中那就要守在此地，哪里都不能去啊！把这部经完成之后啊，我们再到其他地方过去
各处去走走，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怀好意，啊，这个是一定要请大家原谅，啊，我们要以这一次的法会为重，啊，这个法会的因缘非常难得，啊，很不容易，到此地来看到的都清楚都明白了，啊，那么这就叫金刚音菩萨，啊，常转法轮无有疲厌，啊，也叫做金刚转法轮菩萨，啊，一如佛一样的无碍辩才，设法无为呀，啊，这就是金刚语言菩萨，啊，佛是以度众生为事业，我们常讲的如来家业，啊，如来家的事业是什么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啊，如来家的事业通常也叫做佛事，啊，可是现在佛事两个字已经被大众曲解了，错解了，啊，什么叫佛事？为死人念经超度叫佛事，这个诸位要记住啊，佛经里面看到佛事不是这个意思，佛事是什么？觉悟众生之事称为佛事，啊，佛是觉悟的意思嘛，事就是事业嘛，啊，所以佛事两个字你从这个字义里面去解释，啊，觉悟的事业，帮助自己觉悟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，啊，这些事才能称之为佛事，啊，我们何当如来家业，啊，把如来的事业我们承担起来，啊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这是佛家的事业，啊，那么这个称为金刚业菩萨，啊，为什么菩萨都用金刚两个字呢？金刚是智慧，啊，说明佛法的修学智慧是根本呐，啊，决定不能离开智慧，离开智慧就不是佛法了，离开智慧人迷了，有智慧你才会觉悟，啊，坚定誓愿，啊，譬如你发的四弘誓愿，你的愿心非常坚固，决定依照这个大愿去修学，一定要满足这个大愿，啊，这个菩萨是金刚护法菩萨了，也叫金刚加咒菩萨，有能力降服一切魔王外道，啊，这就叫金刚月叉菩萨，也称为
金刚牙菩萨，坚持诸佛所传的精要的法门，最重要的、最精彩的法门，他能够坚持守住，依教奉行，这叫金刚拳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的名称确确实实是善巧方便建立的，哪有一定名词啊？在近代，你看看弘一法师啊，弘一法师常常用文字跟大家结缘啊，他的书法好啊，他给人写字下面的落款那个自己的名字啊，是随时想的，没有一定的名字啊，统计他的名字恐怕有一两百个名字啊。他就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对一个人、对一桩事情，他就用一个名字，没有一定的啊，以名字来教化众生。这个就叫了随顺便宜而建立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了这段经文，有十位菩萨，都名字都有一个普啊，所以叫同名菩萨啊，名号里都有一个普字，显示虚空法界的总相啊，总相里面的德相，这个含义我们要能够体会。任何一种德行啊，像我们刚才略说的，无论哪一种德行，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极小的善不要认为善太小啊，极小的这个善行呢，也变虚空法界，小善如是啊，小恶也如是啊。不要认为小恶这没有关系啊，小恶也变虚空法界啊。所以古德这才劝我们啊，不要以为善小哎你不肯去做啊，不要认为恶小哎随便犯一点没有关系啊。你全搞错了啊，极小的善恶都变虚空法界。这个十普菩萨在此地先把这一桩事情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在这里明白了觉悟了啊，就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啊，如何修行呢？断小善啊，这个小恶修小善啊，极小善就成大善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后面我们现在没念到，后面也有十位菩萨叫异名，每一尊菩萨的名号不一样啊，没有这个同名的
那么他们在此地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二十位菩萨是总代表啊，代表啊这个法界里头的差别相啊。摄普菩萨呢是代表法界里面的共同相啊。差别相里面有差别相的德相，总相也好，别相也好，诸位必须要知道是一个法界。啊，那么这个摄普菩萨里面，普是别中之总啊，别是种种之别，总别是一不是二啊。总义别义在佛法里是这个讲法，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在这个经里面讲的特别清楚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他们是怎么修行成佛的？正道究竟圆满的果德，怎么修的？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都是修普贤行成就的。所以很肯定地说，如果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啊。所以普贤行多么重要呢？普贤行怎么个修法？一定要有普贤心呐！啊，普贤心是什么呢？尽虚空变法界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彼此，没有人我。所以极小之善都变虚空法界，他怎么不证究竟圆满的佛果呢？普贤菩萨这代表总啊，自信的普德总相，总中有别，别中有总。在华严经里面，如果把前面十信位也算进去，五十一个菩萨啊，这五十一类啊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都是普贤菩萨啊。有初信位的普贤菩萨，有二性位的普贤菩萨，一直到等觉位的普贤菩萨，这就是说明总中有别啊。总中有别，五十一个位次不相同啊，界位不相同啊，但是每一位菩萨心都普不同，当中还有同啊，同中有不同，我们要体会这个意趣，然后才知道普贤行我们现在可以修啊。那么佛说华严
对我们来讲就有切身的利益，真实的利益啊，不是说我们听了这个经太大太深了太高了啊，我们只有听听而已，做不到啊，得不到利益了，那我们何必学它？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，你就是华严会上的有缘人呐。华严会上受累之机，我们也必然是其中之一。否则的话，这个法会你怎么会遇到呢？啊，同样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300多万人，啊，那些人为什么遇不到？你为什么偏偏遇到？总是有缘，有缘就来相会了。啊，既然有缘呢，我们要珍惜这个缘。希望借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有真实的成就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把十位菩这个十位菩萨摆在第一啊，将一名十位菩萨摆在第二。其实一名十位菩萨又何尝不是普贤菩萨呢？是普贤菩萨的差别相而已。啊，那么下面我们简单呢，先介绍第一位上首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这两个字什么意思？清凉大师。依据经论给我们做了几种啊介绍。第一种啊是心体周边，这个叫普，随缘成德，这叫现。这是从字体上来说的。如果就这个讲法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普贤菩萨啊，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不修普贤行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从体上讲的啊，从自信本体上所说的。正是所谓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的，凡是有佛性的皆当作佛，这都是从性体上说的。诸佛如来他的性体周边法界啊，为什么周边法界呢？实在讲，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呀，所变的法界无量无边的，那能变的那怎么还会小呢？那绝对不会小嘛。佛在论言会上比喻得很好啊，佛家我们能变的自信真心呢比喻作太虚空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能够感触到的最大的就是太空了，虚空是最大了，没有比这更大了啊，许许多多的星球都在这个虚空里面，
佛把这个虚空比喻作我们的真心，比喻作我们的本性，能变的法界是所变的，所变的法界，我们常讲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真心所变的法界，法界有多大呢？佛个比喻啊，像太空当中的云彩一样。那我们晓得云彩跟虚空比，那差得太远了。佛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在我们真心里面呢，就像太空里面的一片云彩一样，哪个大哪个小，这不是很清楚很了然了吗？诸佛如来的真心如是啊，菩萨真心也如是，我们凡夫乃至于畜生恶鬼地狱，哪一个众生的真心不如是呢？所以从这个上来讲呢，个个都有普的意思嘛。随缘成德就叫贤呐。佛菩萨随境缘做佛、做菩萨、做声闻、做缘觉，成就他的德能。我们凡夫随染缘就变成六道，六道也有德，也有能呢。那怎么不是贤呢？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，就是从自体方面来讲呢，是一切众生呢通通本来是普贤呐。就跟这个大经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既然是本来成佛了，说你本来是普贤，这哪里过分了？不过分呐。从自信信德上说，给诸位说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本来是观音的，你本来是地藏的，这个话一点不过分的。你自信里头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一切诸佛菩萨的形象名号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自性圆满具足，丝毫不欠缺。从理上讲的，从心性上讲的，我们都是。那么，然后你就要明白了，本来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你要去找这个原因呢。现在为什么不是？本来你是神通广大的普贤菩萨，现在变成可怜的凡夫。我们找原因呢，原因找出来之后，把原因消除掉，我们自信普贤不就现前了吗？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头讲得好啊，他说：“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”我们以他这一句话的原则来说，自性普贤本有啊，自性众生本无啊。本有，我们当然可以证得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成为普贤菩萨，就有可能呢。
这不是假的。那这个烦恼的众生，自性里头本来无啊，本来无的，当然可以断掉。啊，于是我们那个断恶修善，得到理论的依据了。啊，超凡入圣了。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诸佛菩萨有这个理论依据，我们凡夫位也有这个理论依据。这个道理，凡圣没有差别。只要我们认真发奋，回头觉悟了。怎么不能成普贤菩萨呢？